欢。他生日一个一个请红色，你们看看他。This one all flowers。那我们第一站要去看蜜蜂。密集恐惧症，你们猜猜看哪一只是女王？这是可爱的 my queen。不信，这个蜂蜜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对啊，你们的对是哦，然后这个。一二三。Hello， 我是马太。有看上一支影片的人应该就知道，我们现在正在英国南部 Devon 旅行。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拍这支影片，是因为我们要庆祝这个人。你看，你看他生日，你看他穿红色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一个请红色，你们看看他。那我们第一站要去看蜜蜂。我们的司机非常的专业哦，无论多小的路他都可以穿梭，超级小。我们要来买气球，就是阿玉生日嘛，按照传统英国的生日就是要买个气球。But in Taiwan we should be say 60， 因为它59，但台湾应该会写60。啊，不然这个 this one all flower， she like a lot of flower。Okay， how much you want？ 45 centimeters， how far？ This one。Numbers. When don't use a number, we use this. Okay. This one. Oh, yeah, you're golden. You have to work her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了，买完气球了，我们真的要去蜜蜂的那个农场了。因为这东西不先买的话，等一下下午他们就会关店。我们继续的往我们的蜂蜜农场路上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真的是一家人出来是非常可怕，就是你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，五分钟可能要走个20分钟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我们正式到了。这边的蜂蜜应该是非常好吃，我记得 Devon 的蜂蜜啊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奶油，都是很新鲜很好吃的。等一下如果有就是那种蜂蜜可以买，我应该会买个几罐回家。妹妹今天很适合来看蜜蜂。Hello， 我们买票要进去了。好，把你摇了。你在看什么？鼻子，一个鼻。在上面。蜂窝。好多！哎，这里耶，你看。哇！蜂巢，蜂巢。这是一种那个，这外加什么？这个，好多好多，这个好可怕哦，这也热嘞，你也密集恐惧症，你为什么这么兴奋？一杯热奶，这边也有，马克说很像 pancake， 一格一格的，里面都是蜂蜜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不是收蜂蜜，小心哦。哎，打地方好生气的，他会跟你，安诺，跟你安诺跳舞。春短夜秋，好可怕哦！很多东西。What's this? Can you find the queen? Can you find a queen? I can't find a queen. Where is the queen? Could be in the middle. The biggest. 谁按的？你们看看，你们猜猜看，哪一只是女王？女王。里面一定有一只 queen。女王，你看我吗？我就有最大只的是谁？他说如果是女王的话，她长这样，所以我们去看看女王在哪里。你们 glass， this is awesome， I can't find a queen。我最近是这个。他对几只猩猴型？普通学习。我前面讲的猩猴型。每一只都长得很像。I can't find a queen。Okay， I found my queen。 What？ So it's okay， I found my queen。恶心。What did you say? Can you say? Tell me again. What? What? It's a
praying mantis, that's where they invented kung fu, like this.一片一片呢，所以如果要出去的人就要穿这些。我是没有想要出去呀，你 baby 吗？你生日我来当特别好礼一个惊喜。一进来就闻到那个蜂蜜的味道。哦，一开始他们会在这边做这个，然后做完这个呢之后，蜜蜂就会开始采蜜，然后进去。然后这一间是专门制作一些，就是比如说蜡烛啊、香皂的。刚那解说员就说，一只蜜蜂的蜜蜂人生，它只能做大概一个茶汤匙的蜂蜜，应该说比茶汤匙还要少。所以从今开始，我每一次吃蜂蜜，我都会带着非常感谢的心。而且制作蜂蜜的过程，它虽然是好像有机器这样一桶一桶，可是基本上就是人工做，你要人工把那个东西刮一刮，然后把整个蜂巢放进去机器里面这样转，但是转是人力这样转。所以制作蜂蜜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抱怨蜂蜜是贵的，因为它花了好多人工，然后花了好多蜜蜂，他们很认真的制作才有这一罐的蜂蜜。以后我会带着感恩的心。刚马克跟我说，他看解说就说，蜜蜂怎么制造蜂蜜是。先把花蜜吃进去，吃完之后再把它吐出来，然后吐出来之后呢，其他蜜蜂再把它这样吸出来，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。那我们要进到这里，小朋友的最爱。他们玩疯了，所以我们就趁这时候休息一下，可能喝个茶之类的。这是英国妈妈的育儿人生，你知道，很多英国妈妈真的都是会带到这种地方，然后就开始就坐着让他们玩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喝茶了。阿布，啦啦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再来我们要带他们吃英国的司康，就下午茶司康，因为很好吃，好不好吃，妹妹？好吃，她有吃过，其他人没有吃过。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司康跟英国的司康真的不一样。但是我要先解释一下，我没有攻击台湾的任何司康，我怕我被踏伐。因为台湾是卖美式跟英式，但它也有好吃的司康，就是看你的口味。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吃英式的司康，我超怕被骂，不要骂我，不要骂我。让马克来示范给大家，先抹奶油。Copy me。这个奶油在这边是非常有名的，非常好吃。我觉得在英国这边奶油是最好吃的，目前对我来讲，吃过那么多奶油，这里的奶油最好吃。哇，这个蜂蜜看起来好好吃哦。How do you think? Nice. The honey. Nice, huh? 妈妈，我们现在加了，早上吃汉堡啦。为什么？你就这样子吃就好了。吃哦。你有没有觉得软软？我喝假了。好，你不觉得这个司康真的是太好吃了？没有，它就是外面酥脆，然后也不是酥脆，就算酥脆吧，就是有点硬硬的感觉，然后里面很软，我这样形容很怪。对啊，软软的。跟台湾星巴克也行。哦，好喝。重点是它的奶油真的是很无人能比。我真的觉得 Devon 的奶油真的是很棒哎，很想要挖整桶回台湾。好，分给大家，给大家试试看。我现在已经回来我们住的地方，
并且呢换好了泳装，我现在要去 Hot Top。寿星女孩跟马特先生现在正在煮饭。哇！哇 ！Professionals going。上菜了，上菜了！每个人的都好满的哟。这蒜面包很好吃哦。嗯，超好吃。好吃。被擦干了，好可怕！哇！再放预先切，啊谁是切妹妹第二刀，你随便给他另外一刀啊。好，咱标准不会贵死你。我看切就知影，无你嘛是。我们就人员不好，没有人在帮我们过生。你不会自己买蛋糕是不是？啊，自己买蛋糕就不可能这样子啦。OK。好了。哎，我是不是生日礼物今晚好礼啊？我觉得他一定知道。知道啥？我是新国老啊，蝴蝶结。我觉得你个老卵，好厉啦！我妈说她去圣苗的时候，圣苗先说她缺金，说要上一条金嘛，你看。安尼是什么意思？每个金我看哦，哎，这条真的蛮漂亮的呢哦。我看者。嗯。安尼啊，安尼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阿玉的生日影片就要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生日快乐！抱歉。点了，然后这个是又更难吃一点的放。原来不过嘛，一个加嘞，加嘛。你看，刚刚英国人干嘛喝假？嗯，我不行哎。You eat your own food.